省还要更省。不看的这些事情啊，使用者付费的基本原则。那 U-Bike 不是不用钱的， U-Bike 不用钱是因为市政府在补贴哦，一时可以要永久补贴下去哦，这真的就要想一下。那是因为哦，还没有彻底查，这个如果要查到底的话，我看他不止六点，还可以再进一步更多，省还要更省。看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。你爆料，我捐款，爆越多捐越多。